各种的姿态下呢，长的名字叫做昆龙。现在这架昆龙正在向我们。好的，现在飞机的进行一个起降。那么现在呢，它还是处于一个试飞的阶段，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巨大的四个螺旋桨。 接下来呢，更多的试飞过程，我们把现场交给我的。机已经起完了，机头已经起来了，大部分都起来了。后面哎，起已经溺水了，溺水了。这个时候它还会飞机开始拉伸。好的，好的，我们看到 AG600 从水面上稳定的50公里，漂亮，漂亮。 整个降落的距离也非常，水上起降能力，良好的水上操纵稳定性符合。今天机组的表现非常好，故障的状态或者一些故障状态采取。